Hello, everybody 啊，大家好。今日咧，我就受到这个 Penang Royal Chulan Hotel 嘅邀请，叫我带去 try 人这个 Ramadan 嘅 buffet。有鸡翅啦、鸡翅啦、隆重就帮你这个 browser 里面了哦，恁家己看啦哈，卖问我。然后把路点上个炸咧，我就去载我两脚水嘅，咱就平平去食。OK。我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先，我要带你去 hotel 吃 buffet， 真的啊？真的啦，吃那个 Ramadan buffet。 你知道什么是 Ramadan 吗？不知道。 Ramadan 就是斋戒月，因为还有一个多月马来人要新年了嘛，所以他们新年前的一个月啊，他们太阳出来过，他们就不可以吃东西，不可以喝水，有些连口水都不可以吞，然后他们要在太阳下山过，他们才可以吃东西。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因为要给他们体验一下那些贫困人的那种痛苦、那种饿，所以他们才会珍惜，明白吗？所以我等一下我们就去吃不飞了，爽吗？行。早上太早醒了，走了走了，进走了。我不能穿啊，瑞尔。哦，你讲他不能穿鞋啊，瑞尔。走了，这边做饭，等下带你出来做了。你看姐姐跑到这样，真可怜，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。那那那，你看到这样吧？啊，我感觉是太 good 了。啊，嗰只布布林布，我唔知是咩计啦，我叫佢打黄镜妹，喂就冇惊啦，即是第何只咧？啊，嚟接布飞嚟接妹，笑死人啦！喂，他的东西我看有差不多一两百种，但是因为我们人不多，我们就不要拿太多，不要浪费。OK， 我们开吃了。